没什么人认识我。你是双胞胎吗？我们还有一个国全民表妹李雅音。哦，你最爱我们的韩援是李雅音。哦，最爱是柠檬。哦，你最爱。很难呢，因为多慧跟林香都跳去别队了，不然这关一定会超简单。请问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真的假的？嗯，我刚才说，是不是吴以轩呢？这样。对，你后来已经知道我一个人，你可不可以再讲出四个？嗯，有一个就是蛮可爱，会出现在综艺节目上，在那个大集合下面一位的那个下面一位，是蓝蓝吗？哎，对，这个你认不认识？真的不知道。真的啊，好吧。啦啦队的女生，你可以说出五个跟我同队的，你随便讲，我看有没有中。李东慧，李东慧，一个。哎，对对对。Yes， 小印。小印。你看，你看，弟弟现在留了什么？口水。Yes。啊，玲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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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花。小芬娜。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有人讲得出来。对嘞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很难呢，非常非常难呢。Hello， 帅哥，你有在看棒球吗？姊妹是哪一队的？你知道吗？姊妹是富邦。对，那还有谁在富邦？你知道吗？韩国来的。啊？啊？啊？什么？李多慧不是啦，我们还有一个国全民表妹李雅音。哦，你最爱我们的韩援是李雅音。哦，最爱是柠檬。哦，你最爱柠檬，柠檬，柠檬，丹丹，丹丹。南部有一个什么很有名的汉堡？丹丹，丹丹。对，牛奶打成打酱，打泡会变成。对呀。静静。答对了。愚昧。然后还有三本柱。哦，奶昔。然后还有我舅舅。哦哦哦。安娜他们。还有。这个了，还有。宝儿。OK。好像可以问一下那两个人。哎。哪个？打扰你吗？哇，我被认出来了！你知道我们其他队员的名字吗？他的名字是碟子。当然是懒懒啊。哎呀，那个懒懒嘛。熊女啊。哦，熊女。那这个嘞，陈一，陈一，一子凡，一，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知道吗？他叫慕言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，我说真的，因为你们常跟我互动，你们比较，对，我们之前有上过你的节目啊，对啊，所以我才记得啊。啊，太好了，他很棒，因为他戴的不是乐天的帽子，是乐天女孩的帽子，你应该可以很顺利帮我解决这关吧 ？OK， 没问题。梦洁，梦洁，云溪。跟陈怡瑞，还有我，还有吴以轩，那个秋爱，秋爱天斗，所以你追乐天女孩很久了吗？追很久了，三年。三年，谢谢你。认出我来就好了吗？算简单吧。哎，那边有一个，我觉得很眼熟的人。说得出我的名字就好。吴宇轩。答对了，他是乐天的球迷啊。本名也要吗？本名不用啊，谁准你讲本名？啊，这样算一个了吧，一分。没什么人认识我。你是双胞胎吗？哎，不是啊。是啊 ，Sorry。你们认识我吗？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姓氏很特别。请问你们认得出来我是谁吗？哎，可以帮我大
以轩。吴以轩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过关了，谢谢。三位，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简单吧？认出我来就好了吗？算简单吧。哎，我算蛮有名的吧？我刚刚昆阳站也有被认出来。正确资讯，即可过关。怎么又是社长？这边全部都是长辈哎，谁会知道我是谁 ？Oh my god！ 我又遇到魔王体了。哎，如果真的有人知道，蛮厉害的哦。我给他5000块，太扯了啦！我来，不然我来试问一下看看好了。好。Hello， 叔叔，敲门，你知我是谁无？Hello， 美女，不好意思，想要请问一下那个你们有看过我吗？对，太棒了！啊，还是要找年轻人。